咱们接着看后面的第二句话，看屏幕。这个第二句话更加复杂，他说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in moments of intense ecstatic experience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that we'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a light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Different and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in some way higher.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但是句子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单独的句子，它没有并列句。句子主干结构在前面了，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主干啊。这个 it is difficult， 这个 it 当然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这是困难的。什么是困难的呢？后面那个黄颜色的 to do to resist 一直到句末，整个是真正的主语，动词不定式是真正主语啊。然后后面 for any of us。这是经动词不定式经常在 for 在前面用 for 加名词引出它的逻辑术语，就谁去抵制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去抵制这个事儿，它是这个句中的逻辑术语。逻辑术语是就逻辑上来说，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这是逻辑术语。形式术语、逻辑术语和句中的真正术语。然后这个带下划线的斜体字 ，in moments of intense ecstatic experience， 这是一个时间状语 ，in moments of。表示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尤其是经常发生的某个时候，在强烈的感受到美的时候，要这个抵制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要抵制什么东西呢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抵制这种联想。Suggestion 多义词，它不但可以表示建议，不但可以表示暗示，甚至可以表示联想。在这儿是联想这个意思，表示联想这个意思上下文通顺啊。什么联想呢 ？That 开始一直到句末。这个黄颜色的明显是做前面 suggestion 的同位语从句吗？解释这联想究竟是什么吗？对，联想到什么呢？看同位从句斜体字啊。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a light， 我们正在一眼看到了一线光芒。 catch a glimpse of 就一眼瞥见，一眼看到什么光芒呢？这个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that 开始到句末又整个做这个that 它的后置的定语从句，这个定语从句 that 关系代词修饰前面那个 light 光线，然后呢 ，that 关系代词在定语从里面充当主语嘛？那后面 shines down 是谓动词嘛？光线怎么样？照射到我们身上的一个光线，从什么？从一个不同的生命的王国里面照射的光线。Existence 存在物就类似我们说的 being， 好像神呐、外星人啊。Realm 我们讲了，本意就是 kingdom 王国的意思。从另外一种存在物的王国，就另外一种生命的王国，好像天国世界、天使住的地方。向我们照射下来的一线光芒，后面又出现一个 different 重复出现，大家发现这个 different 是干嘛用的呢？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说，这叫语篇纽带。他为了把前面这个 different 跟句末的这个 higher 扭到一块，等于系了一个扣，系了两根绳子，说明句末这个 higher 也是跟这个 different 一样，共同修饰这个生命的国度。为什么呢？你看 different 后面有 and 的连词，但是一定是跟另外一个形容词并列啊，它跟 different 放到它这个它后面了，对吧？然后这个括号里面的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这是嵌套在了这个定语从句这个内部的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就因为呢这个经历是如此强烈的令人感动， moving 是有感染力的，打动别人的， in some way 在某种程度上呢比我们的世界更高级、更高贵、更伟大。这个 different 像根绳子，把它的前置修饰于 different， 因为修饰的都是这个生命的国度嘛，跟它的后置修饰 higher 连到一块去了。要不然你不用这 different and 放到一块去连接的话，你句末出现这 higher 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是个语篇纽带的作用。In some way 我说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些语言的细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句子骨架结构的句式是一个非常这个简单而且比较经典的句型了。It is 哒哒哒 for something to do。这个经典句型里面，我们要明确 it 形式主语，真正主语是 to do， 而介词 for 引出的这个人往往是逻辑上的主语。谁做这个事呢？这个人做这事，这经典句型。只不过本文中呢里边掖进了很多复杂的变化。你比如说刚才这个 in moments of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时候，注意前面加 in， 后面加 of。moment 是某个时刻吧，在什么什么时候，而且这里用的是复数，这一般是经常发生的某个时刻。你说昨天晚上这个人被枪毙了，
这一次性行为就不能用 in moments of， 这个不行啊。强烈的感受的美，医生可能有多次嘛，所以用这搭配正确。或者它可以替换，可以换成 in times of， 在什么什么的时候也行。in times of 有类似的地方，在什么什么时候。我们看一些例子，像 in moments with times of grief， 在悲伤的时候多次发生，或者 rage 来替换这个 grief， 在愤怒的时候，或者是 crisis 的危机关头，或者 boredom 在很无聊的时候，或者 ecstasy 在狂喜的时候。写全了是 in moments of ecstasy 或者 in times of ecstasy， 这个在新概念三册41课咱们讲过，大声读一下 ecstasy ecstasy。 第三册的第41课里边我们谈到了它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就是 rapture， 那是英式的，这个是美式用法。或者是后面用 tranquility， 叫宁静静谧，在宁静的时刻 in moments of tranquility。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生词中讲过形容词形式，就是 tranquil， 静谧的、宁静的、安详的，还记得吗？在什么什么时候啊？好，回到句中，在我们强烈的 intense 强烈的 aesthetic 美学的美的强烈的感受到美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怎么样呢？要去抵制这个联想是几乎不可能的。Resist the suggestion， 抵制这个联想，抵制这个联想是很困难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一般都会联想到，无论是谁在强烈的感受到美的时候，一般都会联想到。哎，这个就是要抵制这个联想很困难呗。你发现这个句型啊特别务实，对于某人来说要抵制某个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这搭配叫 It is difficult for somebody in moment of something to resist something， 在某个时候要抵制某个东西对他来说太难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人一般都会做这事，因为抵制他很困难呢，要做很容易啊，所以在某些时候某种人一般都会做某事，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要抵制这东西很难嘛。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无论是谁在欣喜若狂的时候，一般都会想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快乐，人的本性对吧， human nature。那么欣喜若狂的时候用 in moments of ecstasy 就好了，刚刚见过，来试试看啊。好了，我们说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是干嘛呢？ in moments of 在什么时候 ecstasy 来呢？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的诱惑什么 of sharing it with our friends。 好了，咱们再回顾一下啊。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in moments of ecstasy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sharing it with our friends。 无论是谁在感受到这个强烈的快乐欣喜若狂的时候，要去抵制要和朋友们分享他的这个诱惑太难了，就大家一般都会这么做。要抵制某种很难，就是一般大多数都会这么做。这个句子可以注意去学习。好，再回到句中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什么联想呢？看后面的这个同位从句 suggestion， 后面有同位从句，来说 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a light， 我们正在看到一线光芒，一线光芒。 catch a glimpse of 叫做无意中一眼看到，悠然见南山，这感觉一抬头无意中看到的。有的时候也可以用 catch sight of， 意思是类似的，也是一眼看见一眼搂见啊。但是 glimpse 必须加 aside 前面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当常识见一个记一个就好了。大声读遍 ，catch a glimpse of， catch a glimpse of， 再读第二个 ，catch sight of， catch sight of， 无意中一眼看到，一眼搂见，哎，可以用它。哎，这个我们甚至还可以直接用及物动词，就是 glimpse， 就是瞥见，无意中看到。这个 glimpse 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及物动词 glimpse glimpse， 无意中一眼看到。你不信看一下本文中就出现它动词形式。咱们看课文，跟老师一块看书，第十行后面，咱们看课文第十行后面，他说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在它未及饱览之前，这个 be fully glimpsed 就被完整的看到饱览吗？这是动词被动，这用的是这个及物动词用法，就无意中看到瞥见。好，再回到句中，我们正在看到一线光，什么光呢？看这个 light 后面的定语从句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从另外一种生命的王国向我们照射下来的一线光。这个王国跟我们这是不一样的，前面有修饰语 different， 后面 different and 哒哒哒哒哒，后面加个 higher， 这 different 老师说了，这是一个语偏纽带，这个 different 像一根绳子一样。我们再看个图，中间的这 different 很关键，它把这个 realm of existence 它的前置修饰语 different 跟它的后置的修饰语 higher 用绳子拧到一块了，因为这个后置修饰 higher 前面有个复杂的元音状语，如果不重复 different，这文章句就荡空了，就读者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是语偏纽带，就是他把上下文从语法和逻辑上紧密的扭到一块，一方面呢使文章句子呢不会有歧义，二来把意思向纵深去发展。这个语偏纽带我们写作中也可以借鉴。那咱们再看一些例子，比如说你看在本文中第九行末尾也出现了语偏纽带，第九行末尾咱们看这片段，看屏幕啊。There is no sky in June so blue that it does not point forward to bluer. 绿云里没有一个蓝天能这么的蓝，以至于不会指向一个更蓝的天。那么没有一个日落能如此美丽，以致它不会唤起一个更美丽的情景。注意 vision 前面出现过了，后面又说 a vision， 重复这个 vision， 什么情景呢？一个还未及饱览就消失掉的情景，并在消失的过程中留下了难以名状的渴望和遗憾之情。这个 vision 把前面这个 vision 重复一遍，也是一个语偏纽带。为什么呢？它又像一根绳子，把这个后面定语从句跟前面这个被修饰词 vision 紧紧绑在一块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重复出现这个 vision， 我直接跟一个 which 定语从句，那读者就不晓得它修饰的是 vision 还是 beauty， 不知道修饰什么了。所以这个 vision 也是个语偏纽带，把前面的先行词跟定语从句粘在一块了。这也是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用法。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慢慢大家就会了。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考研真题片段，这在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个一个这个真题片段，阅读真题啊。咱们看这句子， Many species can communicate an amazing amount of information via sound, information on which both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and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species may depend。 很多物种可以通过这个声音呢来传递令人惊讶的大量的信息。注意后面 information 重复出现一遍，为什么呢？这又是一篇语偏纽带，一个语偏纽带把它的先行词 information 跟后面定语从句扭到一块了。同样的，如果没有重复出现的 information， 我就不知道这个定语从句是修饰 sound 还是 information， 我们更怀疑是修饰这个 sound， 对吧？有了这语偏纽带之后呢，没有任何歧义了，而且意思向纵深发展。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在关系代词如果做介词宾语书面中，最好把介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而不要把 on 放到 depend 后面。这是我们的小知识，就是一个人或者整个这个物种的存续所必须基于的这些信息。这个 information 也是一个语偏纽带，这种在高级写作中也会出现。咱们看一篇直译写作的范文，直译作文分艺术还有 argument， 这是艺术一个范文的片段。他说 I would argue that although it may be a benefit to study classics and be well schooled in diverse disciplines, these pursuits merely refine and hone an ability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the ability to study human nature. 他说我倒会正面说呀，尽管呢，那么对于一个这个人来说，学习经典并且呢这个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都加以磨练，这是有好处的。 It may be a benefit， 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怎么样呢？ This pursuit， 这些追求或者这些要做的事情怎么样，仅仅精炼或者是磨砺的这么一个能力，这个 refine 表示使变得更精炼一些，变得更精华，更集中一些。这个 hone 干脆就是直接用它的本意的派生意，本意是磨刀石，派生意就是磨砺，把它磨锋利的意思。那么仅仅是精炼并且这个磨砺了这么一个能力，注意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是定语从句修饰 ability， 前面省掉了 which or that， 什么能力呢？ The ability to study human nature， 去研究人的本性的能力。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 ability 明显是为了重复前面这个 ability， 为什么呢？这样一来，把前面的要修饰的名词 ability 跟它后面的修饰语 to study human nature， 这是动词不定式当后置定了，有机的连到一块了。要不然莫名其妙出现个 to do， 我知道是跟谁搭配的呢？这也是一个语偏纽带的作用，写的不错。那我们再看看当时这个 ETS 作文，这个官方对这篇作文的评语，这个作文给了6分满分了。咱们看评语怎么说。考官对这句话也相当欣赏，他评语中这么说 ：The writer uses language fluently and controls sophisticated syntax throughout the essay。这个作者用了这个流利的使用的语言 fluent， 流利的 fluently 有这个流利地啊，并且呢，这个在通篇文章中都掌握住了这个非常复杂的高级的句式结构。syntax 叫句式句法，那 sophisticated 叫错综复杂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你看他引述的正是咱们刚刚讲这个很优美的句子。I would argue that although it may be a benefit to study classics and be well schooled in diverse disciplines, these pursuits merely refine and hone an ability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the ability to study human nature. 整个句子翻译一下。我倒正面说，尽管呢学习经典并在各个学科领域磨练可能有好处，但是这些要追求的事情 pursuit 可以指这个要追求的事情啊，仅仅提炼并且磨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这么一个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研究人的本性的这个能力。很优美，写得不错。那这个本文中呢，在这儿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个语偏纽带。好，再回到文中，并且后面说什么呢 different and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talent moving， 因为这种经历如此强烈的富有感染力，这个 moving 是令人感动的， intensely 是强烈的，强烈的令人感动就是强烈的富有感染力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世界更高贵级，我们的世界没有看到过这么美丽的情景。 in some way 叫做在某种程度上，这个way在这可以表示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如何如何，我们也可以说 to some degree 和 to some extent， degree 和 extent 可以表示程度，但它们一般是跟介词 to 搭配，或者我们干脆用 in some measure， 在某种程度上，咱们刚讲过23个讲过 measure 做名词也可以表示程度，它本来不是丈量吗？它长短不一样吗？所以指程度也很适合啊。这个我们再看一看23课的句子，在23课讲过132页12行到第13行，咱们看这句话，他说 The swallow shares the virtue of both schools in highest measure， 小燕子在最大程度上同时具备了两种类别的鸟的这个优点，这个 in 什么什么 measure 表示在什么什么程度上， in highest measure 就是最大程度上。这个句末的 higher 我们说了是跟前面 different 并列，就是这个王国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更高级、更灿烂，等等等等，是这么个意思。好，咱们这个第二句话就看到这儿。